陈爷，去姥姥家还不走？等会儿别让弄了随心配。什么随心配呀？上次有一个我的小粉丝，也就是我的真爱粉，送了我一束花，为了表示一下，然后呢，我给他整了一个随心配。他喜欢紫色，还有这个粉色，然后我送给他一个紫色的这个小熊杯杯，怎么样？啊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麻薯的粉色手杖套装。他家还有这个？他还没有用过呢。我再检查一下，是新的吗？是。然后还有给他放的这个咕卡盘。咕卡，这叫咕卡盘？对。这是你给的？嗯，面条。我看看是新的吗？哦，它这个本本都没有打开，这个还是笔袋、啊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可以放一些贴纸的。哦，我真是不知道。还有，哎，啊，这是杯子。然后下面还给他了一些小贴纸，顾卡用的贴纸，还有手账的小麻薯的贴纸。嗯，做你的粉丝还挺幸福的耶。是吧？那我改天要不要给你来一个随心配呀、啊？你可以呀、啊。现在是不是流行随心配？对呀，还好。那你这写什么？小贺卡呀。来来写，写好看点啊。好的。这是你的签名吗？啊不啊，这应该这样写吧，往这儿写。还得让你妈教你。不是，人家贺卡都写遍里面的好吧？不是，他这个贺卡真的是就往这儿写，就是往这儿写的。那他搞这条缝是干嘛用的？这个缝你可以这样呀。不是，你看这个缝可以这样卡着呀，你看。是他粉丝写的，陈宇姐姐，我好喜欢你，特别开心认识你。嗯，这个名字就不说了。嘿，这人家这个是两面，他这个是一面，只能写这儿了。来，粉丝宝宝说，这个是该往这儿写还是往里边写？来，就是里边写的话扣一，往外边写的话扣二。就是往里面写的，你这个怎么搞不懂呢？哎呀，随便随便。看你这，笑出鹅叫，这驴叫。别看啊，别看别看，我们俩在家就每天这样吵。我没有提前准备，所以呢我只拿一个这个袋子给它包上去了。啊，行，心意到了就行。那这个贴纸也放里边吧。对，大家说小朋友收到会喜欢吗？话到你会喜欢吗？不搭理我，我走了啊。拜拜拜拜。